你们找我们什么事啊？我们玄岩村凡是有新人加入的时候都要有个仪式。跟我们来吧。哎，你们要带我妹妹去哪儿啊？这么好的日子总该好好的梳洗装扮一下吧。哎，你们快看，哇，哇，好漂亮，这衣裳好美，是不是太美了？年轻啊，玄炎爆发了，你们马上去清点人数，保护好他们，阻止他们外出。什么是玄炎？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就是玄炎，每年玄炎都会从村后的山洞里喷发出来，不一定是什么时候。你们打造兵器用的火种是从山洞里夺来的，那是异火对吗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来我们玄炎村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说。当家的，咱们的孩子少了一个，一定是砍柴的时候被困在山洞里了。带我去山洞，我能救人，快。小心。这是什么异火？你必须告诉我，我才能救人。火山实验。火山实验？异火排行榜第17的异火。这异火与别的火焰不同，你们留在这儿，我进去救人。萧炎哥哥，你的斗气。你放心。这就带你出去好吗？本源不在这儿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别害怕了啊！小心石头躺啊！哎，没受伤吧？啊，没事。没事吧？不怕啊，没事，快抱走！哎，把东西拿上。好，不怕啊，走。村长啊，那块石头一直在这儿吗？一直都在。过去看看。嗯。萧族族文。天火三玄变。